不要拍太多啊，少拍点照片。剪过短的话没有啊？以前剪过啊。剪过多短的呢？蛮短，就是要剪光头，我妈没让。哦，就剪了一个板寸的。没有。不是来，那、啊、我发现来，就这样的，我发现来我们这里剪光是，他又不会给你搞个那个，可以确认一下。我妈刚刚我给我妈打电话，我说真剪了，我妈说，我跟你讲啊，剪了之后是结不回来的。你没事，你说可以长回来。我说让它长回来，妈说长回来多难。原来长这么长噻，它是那还是要一段时间的。我的头发就长了三四年吧。哦，那还是很快的。三四年吧，我上大学的时候还只有这么短嘛。哦。上大一。那真是姐妹哈。但是他妈妈跟他说的就是这样，他说女儿啊，你以后就不要结婚结早了。他说你我那个时候是小不懂事儿，怎么的。哎，结早了，他不是经验之谈呢。其实结早了，他不是蛮幸福吗？你看是吧？他女儿都养大了，他们女儿那么大啊，女儿养大了，他这么年轻还可以慢慢享受人生。然后这是结婚就晚了，生的晚了，四十岁养个小的，养大就老了。孩子还没大，自己就 over 了。是啊。就四五十岁才他就只体验了一个养的过程，没有得到那个。好，要试一下。吃热的。完了。没事，那垫着的，没关系。是垫着，我就抛砖引玉。那再搞他衣服上去。搞不到衣服，他就垫上毛巾。好了没？好了没？可以吧？哎，可以。这头要往后仰，哎，对，自己努力往后仰，你就好。哦，仰不过去啊，仰啊、对，我准备这样说。水洗头在下面，头在上面，把仰头仰高一点。对，把我这边撑一下，我这边抱起来。好了是吧？然后用毛巾包起来，然后上面吹了就剪了是吧？是这样、啊。还是蛮快的。差不多两个小时吧，搞完了。嗯，很快的。嗯、这几年。要弄点那个护发素，好便宜。哦，那大也便宜些。哎，现在他们都从好多从印度买，好多从印度、越南他们去买，嗯、两八多哦，他们。还挺算的呢。他们那里消费多便宜，你想想。嗯。那便宜多了。嗯。其实现在很多女孩子。就可以对这个。机会，我说了他 N 多遍了，太好了。看我一下，对，没拿的，对的。眼睛那个看不清楚人了，我靠，一张镜子来了。调一下你的，弄得好痒。是有点痒，上火了你。你这两天是不是吃了蛮多橘子？对，男的也是。是，有女孩子蛮什么都想。蛮直接的。蛮直接。是蛮亮的，火气爆，火气爆，开始鸡皮疙瘩了，我感觉。我们见多了，你为什么要全程拍呢？不是那个头发证明是我的就可以了吗？它整个一个完整的过程噻。你不会把这视频也拿去卖了吧？视频卖给谁了嘛？你那卖吗？别抓，现在头皮蛮脆弱。别抓它。你不要用指甲抓它，你可以用那个指腹按它，但是不要用。哎呦，你快点给我喷点热水，好冷。来吧，从下往上哈，从下，
多了。这里。对对对，差不多这里差不多。为什么要这样呢？那捆小一人，不能搞错了。每一个是一把。每一个人是一个人的。哎，你怎么这么多？那你为什么不让发梢那里捆点？那那碎头发不就掉了吗？你碎头发都要弄掉的，不能有碎头发。哦，反正也是为碎头发也没法用。是的。要那么多碎头发干嘛呀？谁呀？啊，早起来吧。梳掉了。嗯。为什么？哎，这是头发哪来的？新长的。你再掉也得长啊。还有扎头发的是不是一定要红的？那不是，就是我们这只有个红的，橡皮筋。以前还有紫的，紫用完了，还有绿的，现在只剩红的了。啊。我问大家，快来给你选，你坐这里吧。骂呀那可以往我这边看一点，往我这边看一点，对，好，对，还有肉啊，对对对，哪里假发都那么短的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再往下，好的好的，麻烦你了啊，等一下拿个那个能提的袋子吧，这个袋子